吃完这么多咸食啊，瞬间感觉这个泡芙一点都不香了。确实不香，它这还是植物奶油的。能吃多少吃多少吧。这个分呐是糊糊的，真的是无语啊！又没那成了闪烁。老等个事儿，整的人心情都不好。当然不行，太腻了。剩两个待会儿自己吃吧，太腻了。拜拜。没了，今天更完了，到此结束吧。